我们的往圣先贤也好，我们的列祖列宗也好，他们现在还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空间中，不是消亡。那么你通过神主牌来请到的列祖列宗不是鬼，记住，他是神，他是幽精那个部分的阳的那个部分，他叫神主牌，叫神位。这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人类越来的越不顺，我们活得有钱的也不开心，没钱的也不开心，实际上这个叫鬼神怨，鬼也怨恨你，神也怨恨你。说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的鬼神和我们相关的鬼神不怨恨我们呢？如法祭祀，如法祭祀。说祭祀的这个步骤呢，要安其位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地方，他来了，他能在那个地方停留，这个叫一个空间。说我们安神主牌，实际上你看着是一个牌，那个牌代表了一个什么？一个空间。这个在密法里面叫结界，那在这个叫道场，跟别的祠堂不太一样。